在这里黑黑的这一个点。对啊。你看，它会对焦对对这么准，当然是有点雾啦。所以这个号称这种话术。这样根本看不到。有，他等一下会不会发射一个闪光，然后就不见了？我的天哪，亚父！他是怎样？他停在？是我老花眼还是怎么样？他是飞机吗？不是的，没有这个飞机的造型。它越来越慢，都快停了。是停吗？它是移动的关系。它消失得很快，那个点就代表它越来越远。它并没有越来越远啊。有啦，怎么点怎么越来越小。它往那个右前方45度角飞去啊。两点是你的方向，12点钟方向飞去。哦，2点钟方向飞去。我有拍到吗？有，我已经拍了1分30秒，30几秒了。奇怪的飞行器哦。